1, 2, 3。Thank you.
谢谢 Combo Four 以及小贾老师，对，谢谢他们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。Oh,
Thank you.
指挥黄宪老师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宪。OK， 那个今天是路过的，请举手。哦，欢迎欢迎。等一下，你那个不是哦，你熟面孔，有点眼熟。好，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的，请举手。哦，睡哦。好，我只是要知道，我们又要点你们哦，不要想要红，不要借机想红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台北爵士音乐营的，这个团叫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了，但反正我的编号叫做二号。对，好，我是李和，加上豆豆吉吉啊，加上豆豆吉搞啊。来，那我拿出来算你快高吉吉。好，那个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啊，跟大家这么惬意的在这边闲聊。那对台上是我的学生，那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当老师，真的。然后第一次当老师，好，那个很好笑啦，就我第一天当老师，第一天就台风假，是有多不想当老师这样。OK， 好，那其实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。哦，这是一个爵士音乐营的惩罚。对，那台上的学员呢，其实在短时间内，他们受到了很比较正统的正规爵士乐教育，也不是说正统，就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爵士乐应该是长什么样子。哦，所以大家刚刚鼓掌鼓了半天，应该不知道自己在鼓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告诉大家，那个爵士乐这件事情是很随意的。哦，我前两天在这边的主持的时候，我有介绍过，那个我们在爵士乐有很多这个即兴的元素。那这个即兴演奏虽然说是是当场发挥的，但是它其实需要经过很多的历练，还有很多的理论，它才可以达到即兴演奏这件事情。那在很多的即兴元素里面，你可能会听到好的句子，你可能看到谁很帅，你可能看到谁很美，那这个时候等他 solo 完之后呢，你觉得他很厉害，你觉得你要给他支持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给他掌声。加薪水，我好像没有给薪水。OK， 好，那个其实后面准备也差不多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大家的，所以我只能教大家怎么做一个表演。那个前几天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有讲过，那个台上如果你觉得很厉害的人，你可以发出鼓掌、掌声、欢呼哦。那或者是你可以最简单的，我们那个华人有一句就是好啊，这样。如果听到一个很厉害的句子，你可以呼，不用呼，那个呼有点太弱了。好，大家一起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帅呀、啊！那个好，还有一个，你有玩拨头发吗？拨头发交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，好，对，那我很斗胆的想要再多要一支麦，等一下我会再跟他要，因为台上有爆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就交给我的学生，我们的 Combo Two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团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主持人，耶！拍手拍手拍手！好，我是阿 K， 然后我是台北，现在是金门人。讲过了。承认也是从香港来的。香港来的，香港来的。我是 J， 也是从香港来的。耶！鼓手，鼓手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日本，好，我叫杨承翰。承翰，承翰，连他的鼓手。我是来自万华的王拓杰，拓杰，还有我们的吉他手，我是古凡，来自台北，台北的，还有我们的吃大老师黄宪，黄宪，你来一场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们，对，谢谢他三天，谢谢老师。然后如果礼拜六有来的，应该会就知道他刚刚说的摸头发，就是当台上在做一些耍帅的动作，例如。摸鞋子，你们可以尖叫，就是需要跟台下互动的，就是一个互动的环节。没错，就是爵士。对。好，我们给我们乐手介绍，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歌曲？